Hi, my name is Kai Wan. 今天来到第六集整理摄影师房间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整理。Hi, my name is Kai Wan. 今天来到第六集的整理摄影师房间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整理身后这两个柜子。那这两个柜子里面充满了摄影书籍、摄影的产品包装，因为我喜欢保留所有的产品包装，还有一些瓶瓶罐罐跟电子产品小配件。那我们就直接来清理吧。